家好，我是周柯宇，新年快乐。忙碌了一年，终于可以让自己放松一下了。还有什么比一边躺在沙发上，一边看电影，一边喝着滋滋冒泡的雪碧更爽的事情呢？那你准备好过年看什么电影了吗？嘘，先别告诉你。1月13日，来郑州西地港一楼东北厅的雪碧沙发电影节开幕式，当面说给我听吗？你想让我在现场回答什么问题呢？可以到雪碧官方微博下留言哦。最后送上春节观影福利，扫雪碧大屏装上的二维码，瓜分百万元电影票抵用券，我们现场见了。